然后大卫表示可恶，既然没有成功，大卫其实早就有阴谋了。哦，他很贴心的帮我们画我们的目标在哪里。诶，那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这是重点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某个公园嘛？哪里的公园啊？反正四处走走就也会知道在哪里。诶，这里可以进来了。锁住了，打不开。伊林，等一下，这是大卫的房间吧？这是大卫的房间吧？205啊。是吧？看看呢，Friendly Apartment，这大卫坐家，对啦，哎呀，就是这里啦，没错，啊哈哈哈哈，我也蛮厉害的。Quokkaman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一个，就是那一个，没有错。哦，我们现在在右上角这边啦，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这，所以我们目标是下面这里，哦，所以我们刚刚只要往下走其实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哦，在这里，我想起来，那时候还看到这大叔躺在这边，我还说他的那个，还说那个我躺在这边，整个那个什么都是我的那个，整个马路都是我睡觉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是要往这边吧，就这里，自动门锁住了，果然锁住了呢。废话，如果弄破玻璃门的话，就真的变小偷了。怎么才能进去呢？好像有个安全锁的输入机台，名为 Safety Glow 的公司的东西。虽然不太明白，但好像需要保险卡、保全卡，没有它的话就不能解除这里的锁了吗？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要寻找。他刚刚是说什么？Safety，忘了，是右上角那个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找，不行，我现在看到他躺在那边，我还真想笑，太可爱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大卫到底怎么进去的？最喜欢这家糖，诶，这家的糖冰淇淋呢？进去后候选人尝一口，不是做这个事的时候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哦，里面有东西。小说，食谱和加工，收银台。明明这里有收银台，去大门唱开这样好吗？放着一本书，诶，这什么？我心沸腾着地狱般的仇恨、死亡和绝望，像火焰般围绕着我。如果你不能使萨拉斯托遭受痛苦与死亡，那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儿。弄破学校，再弄一次，来救国屁啦！我们的血脉永远断绝，永远忘记，永远破裂，所天生的母子之情。如果你没有把萨拉托斯托杀死，听着，听着。听着，复仇之神，听着我这母亲的誓言。什么奇怪的事？魔笛啊，魔笛有这一段吗？我忘记。魔笛是我好久以前看的，我都忘了。所以应该不是要去学校啦，我觉得。去学校干嘛？旅馆。那大卫还说就进去看过，然后旅馆是锁起来的。等一下，他脸上那长马赛克吗？为什么在脸上打马赛克？白痴啊、喔！干嘛在脸上打马赛克啊？睡觉而已哦、喔。那个霸气，要拿磁卡，OK？磁卡在哪里啊？会在人的身上吗？这种车子吗？Safety Glove 的车子，诶、欸。会在这里啊？里面有人在睡觉，是保全公司的人吗？啊，车门没锁，可以进去。是在这里是不是？Open。
穿着制服的男人睡着了。哇，大好机会！那如果是 Safety Guard 的，或许会有保全卡。对不起啊，让我找一下吧！扑 上去 啊！保全密码卡一定是这一个，得到保全密码卡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最后归还的，大概吧，大概。这是银行，OK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刷卡，然后打密码。哦，我看看，它是 A3，哎11，A3，哎 B2A3，这个是哦不，2、3、4，第四个，然后第二个，OK，所以它顺序是1、2、3的，OK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保全密码。11是24，然后 B 第四格是19。靠，我忘了关 FB。这游戏该叫苏菲的犯罪人生。你们是指偷东西的方面，还是刚刚扒人衣服拿东西的方面？然后17，所以密码是241917这样。OK，试看看。9、17，成功！开玩笑，这种基础型的解谜对我来说轻而易举，谢谢。哇，这就是晚上的那个商城，是不是？等一下。你们看到垃圾桶左边那一个像不像？就是有一个人在笑，然后眼睛打马赛克，呵呵，然后右边的是眼睛张大在那边对你笑、对你大叫的样子，然后那个是马赛克，要修。这是 Brumbear 的，欢迎来到 Brumbear 购物商场，这里从买东西、吃饭到看电影都能享受优质商场。这只熊不管怎么看都很恶心呐、啊，还是我家泰迪熊最棒？会吗？眼睛大大蛮可爱的啊。我觉得眼睛大大其实蛮可爱的，好吧？看来我个人比较诡异，我个人眼光比较没那么好。这什么、啊？这什么、啊？人偶？小孩子掉的吗？哦，人偶会笑哎、欸。吓我一跳！哎，那肚子会发出声音。获得人偶，逃生梯锁住了，有铁卷门关着，无法进去里面。会不会等一下我们看他那边就人都活了？这什么？这是哦，这应该是下去的那个吧？会走得动你就惨了，吓惨了你。不会啦，我心脏那么大颗，OK 的。哦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刚刚什么？枪声？这一定要有人醒着，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去找吧。妈的，吓我刚跳了一下。你个大西瓜，在哪里？哦，这有铁卷门挡着。好 safe 哦，好安全哦，这里，它有铁卷门挡着。哦，这是哪里啊？4楼还是3楼了吧？电影哦，所以这是电影院吗？你能承受住它的恐怖吗？Hide and see。我讨厌看恐怖片，这电影的广告看起来很可怕，希望他们不要在晚上播这个广告。看一下，数位化重现不朽的名作《Kenny Got His Gun》。看过这个是战争片，相当可怕的电影，不过还能重返电影业很厉害。那这个呢？
上映中的电影看板，打脸肿肿的，闭嘴闭嘴，刚才失误，那失误什么都不算，不要再回忆那一次苦涩的初恋嘛，Your girl，你的女孩，那这是什么？超人气电玩游戏终于电影化，《Dragon Hunter》。之前有玩过那个，但太笨了，完全玩不来。跟对手是那种大只的龙战斗，根本是乱来嘛，会吗？电影院入口，听到有人说话，有人在里面。完全听不到在说什么。也对，毕竟是电影院呢，一定有隔音设备。不行。不行，我很坚持，我们一定要偷听。啊，不闹！打开，戴着头盔、枪、军队。哎，阿兰刚刚等等一打算玩 RPG，因为我不知道最近要玩什么啊，期待的 RPG 都还没有出完。就想说，就先玩一下这个 Sandman，很久没有那个，很久没有玩 RPG 了。奇怪，在那边舞台上的是大卫吗？瑞根，哎，烧金子的，你怎么在一个脸上被打马赛克的人面前，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？废物们，给我听好！终于可以通缉这个小鬼的时候到了。Sir，Yes，Sir。搞什么？你们这群废物，声音得给我大声点。Sir，Yes，Sir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放了我！闭嘴，小鬼！别跟鸟一样唧唧歪歪乱叫。很清楚了没有？我们非得把这个小鬼丢在大家面前不可，Sir，Yes，Sir，回答我，菜鸟，要怎么处罚这个女人好呢？不，没事吧？菜皮吧？战争了吗？枪声喽！没错，全部以枪毙他，明白了，Sir，Yes，Sir，34分钟开始行刑。在那之前，谁也别靠近这小鬼。别让任何人见到这栋建筑物，发现有人用枪把它打成蜂窝。Sir，Yes，Sir。不要，有谁来救救我？还发什么呆？动作，这群废物。Sir，Yes，Sir。怎么办？要过来了。必须要找地方躲起来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成长啊！One more, two more, one more, two more, one more, two more, one more, two more。那是啥？这声音是配的？不好意思，骗家骗家，没有，就只是想说这样玩比较好玩而已，就开玩笑。不是真的金队吧？金人不可能会做那样种事啊！为什么瑞根会被抓？完全，为什么打算杀瑞根？完全莫名其妙啊！我必须要去救瑞根，要是放着不管，那或许那家伙会杀了他。我要是我就真的放他不管了。虽然烧金子很重要，但不是只有金子一家，你懂吗？美工刀，对不对？烧金子店不是金子一家啊，不知名的机器。哦，女主该去拿枪了。哦，这边是他们那个贩卖区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用人偶吸引他们注意吗？从后台可以到电影院，OK。要变疯？我不会啦，开玩笑。What the hell, man？